国内外的艺人最想跟谁合作呢？我想跟周杰。婷婷最早之前在 Circus H 里面有当过白先生，那么如果不做音乐的话，那你最想做的职业是什么？其实我真的还蛮喜欢配音，而且我觉得我最强的不是音乐，应该是配音。来了，萧秉承首张专辑《凡人》即将在6月8号正式发行，可以在 QQ 音乐、酷狗音乐、酷我音乐、咪咕音乐都可以收听到，请大家一定要支持哦！再会。你沉寂了3年，那在这3年之中，除了就是写歌，其他的话，你最常做的一些是什么事情？最常做的。我觉得这3年让我觉得最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在洛杉矶的生活。我在那边其实因为那边的海边很漂亮很有名，所以我还蛮常会就是开车去海边走走，然后我也很常去游乐园，我还买了游乐园的门票。